喂，那个事情弄好了没有？现在还没有弄好，你能不能叫他快点进行我们那个项目？啊，人事部给他发那点工资是干什么的？你给他说，不行的话你明天把他裁了，你知道吗？行，好。干什么呢？啊，这是我的策划。你这做什么垃圾东西？刚刚我稍微大概看了一眼，就有几个数据不对。滚！几万分之一，但我希望我能做到这几万分之一。